听说你今天这个带着东西来的。嗯。呀呀，啥了？我好像看见了呢。我先来吧。你看这有个白纸，很奇怪。什么？我准备了一个券儿。啊？哇塞！叫无限课时卡。哦。就是以后小宋有什么需要我们这些哥哥们提供的学习方面的，哇塞，嗯，指导，无限课时，24小时通用，不用收钱吗？不用收钱，要想有红包也可以。对，然后上面有一排小字啊，就是针对我的啊，数学包教包会，语文英语咱建议先查字典。生物我跟你的水平也差不多，酌情考虑一下。这个是我自己画的，哇塞！然后这边是我比较喜欢的橙色，这边是小宋比较喜欢的蓝色，然后上面还有个就我设计的小 logo， 这个是我的 logo， 就是 JoJo 嘛，对。然后这个是小宋的 logo， 是呀呀呀呀，然后上面还有个流汗黄豆的表情，哇塞，这么细，很精彩吧？感谢。对，因为你送这个，我就不会觉得我太残忍了。哇塞，这什么？因为我就是之前那个，哇塞，教过一段时间的高中语文。哦，对，然后、这个、这么厉害。对，反正就最后两个月了，我就直接把那些语文的基础知识的整理就送给你，就直接翻就好了。哇，因为会有很多文言文，我就是文言文看不懂。没事，你只有24小时，数学问他。对。语文问我，包教包会啊？对，包教包会，包教包会，我敢说出来了，确实包教包会，努力，谢谢。好的，父母家人，陪在你身边比较多的人会是谁？嗯，好朋友吧，好朋友。嗯、小宋呢？团员。嗯，团员。嗯，再把团员也刨掉呢？再把团员刨掉，你们？哎呀，给他嘴甜的是，有成长哎。一般都是啊，其实也是好朋友，好朋友。嗯，宠物或者好朋友吧。哦，对，宠物也宠物嘛，宠物也算，宠物陪也很久。对，就是跟鼠标挺有默契的。嗯，因为他是我教出来的。嗯，他在我身边就感觉像个很乖的。嗯。然后在别人那里就很活泼，然后乱动，然后也不听话，就是他会分主，就他不像别的狗，看到谁都服从他的命令。嗯，他只听我的命令，只听你的。好乖哦。对，前几个月把他送到那个宠物学校啊，然后送完回来他就学了很多技能嘛，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就说鼠标没有以前那么有活性了，没有天性，就没有太多天性了。嗯，然后我就挺自责的。啊，对，然后回家我就、那晚上我就把他抱上楼睡了。哦，对，放在自己床上睡，很心疼。哦，嗯，是，没有。